哎，我觉得我可以拍一个。No， 不要、啊、不要，那我就闭眼了，我又要闭眼。那女生会很介意吧？这样很丑。这是在强行拍照吗？她也在抗拒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在坐这个海盗船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西西是如何从淡定的状态到达一个害怕的状态。再见吧，朋友。这能跳早跳下来了。你们女生可以吗？不行，当然不行。那你要真的这女生同意，如果这么不熟的话，没有很熟吧？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子。我不喜欢别人拿着摄像头拍我，而且还没有准备好。哦，这个我都感觉啊。来拍一张。我已经把你那个恐惧的那一刻给录下来。你看西西是马上就转身起来的，对啊，就赶紧逃离。等会儿会去吃火锅啊。行，感觉有种不适感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相处